受到疫情影响，一挂靠国际市场吃青的日本电影也红烧掉。唔拿台湾的作品无多出国去交流，连挂国观光客真爱来的博物馆也减少真济人来。咱也做来看一挂日本产业是安怎拍出万定位，找出家己的一条路。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，全世界机场拢实施封锁措施，马丁伊甲连接各国的大门总关关起来，各种国际性的灯会活动停办，改用线顶形式出现，无疑哦，和内容形式有搁较侪变化。负责推动台湾文化内容产业的文化内容促进院，第七半冬运用网络科技，参与各种国际影展、商业论坛等等。所以我们的业者虽然没有去东京，没有去坎城，没有去威尼斯，但是我们的作品透过文策院的整合跟整队，我们是用线上的方式在网络世界里没有国界，同时来接触各国的买家。文策董事长丁晓晶表示，像今年创意内容大会飞来台湾的买家无多，但伫线顶平台登记的国内外买家比去年加三倍。那这几天我在一个场合遇到了影视圈的制片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他非常的惊讶，他的作品登录上来之后，他从来没有遇过是巴西的买家来洽商他。好，所以他接触到了，在这个机制里面，我们真正打造了一个国际化的交易的平台。本次运用网络打开国际市场，国光电脑积极开发国内市场。国光过去主要以国际观光客占多数，今年二月开始参观人数减八成高。国光虽感受到需要改变，在经营方式要搁较关键个人的需求。哦，阮不但伫室内办展览，阮伫室外办展览，户外美术馆是上主要有一部分哦，你会当甲伊接近，你甚至会当去台风。哦，你从有诶，从这种南原住民诶，即你也当行入去内底融入其中，你有感觉讲，你甲艺术家诶设计诶即心态呢，能融结在一起，这就是阮希望诶达到诶目的。国光用大瓦城外方式要来扩展国内市场，在今年八月和十月，国光北院的参观人数有将近六万人，是三月到达表现上好的月份。但是和去年达个月平均拢超过二十万人相比，也有一大段的距离。明年若继续无国际旅客，国光如何出招？看起来又还是一项大挑战。记者苏静、谢桂林、张玉穗台北报道。